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思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思英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叫美玉。我在剧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阿迪。嗨，我叫阿醉。哎，我叫卖鱼嗰个，我叫阿莲啊。哎，你知啊，呢排啊，我哋卖鱼啊，真系辛苦埋啊。啲鱼咧唔系嚟到就唔新鲜，唔系你啲货源都唔够啊。你话啲天气点啊？最近啊，我各自用卖出啦，我个冇收成啊，所以上来何不去抓鸡？你看是唔是啦？糟糕啊，我的发糕都卖不出啊！为什么呢？天气太热了，没有人给我买发糕啊！所以啊，你话系咪天气咁重要咧？要注意环保啊嘛，用少啲 plastic bag 啦，减少不用保利龙，卖浸太个嘴臭。记得最重要的话，一定是来要看剧艺研究会所呈现的《一起来环保》，9月5号到9月8号，在雪隆海岸天后宫到大礼堂会馆，晚上8点，记得一齐来呀！这边喊卡。